这种结果当初也不是没想过，都经历了，可能这就是扎儿的命吧。我自己的命自己扛，不连累别人。哪吒就是魔丸，这是魔丸转世的妖孽，我用乾坤圈才压制住他的魔性。我施了天劫咒，引天雷下摧毁魔王。爹娘，谢谢你们。龙族等待千年的机会。你管他是谁是吗？他都是个死。他想把陈塘关活埋了。时间到了，别挣扎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去你个娘命！老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，这是爹教我的道理。找死！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。若命运不公，到底。